你哋要签我？我知，我签啦。来多少条管？3000有留咩嚟喎？签我。三千，哎，三千啊！我来咯，一只把手来咯，一只把手来，两个拢无啊，咩要紧的？我来讲，这法国的生冻龙虾，真正有够甜的，才够哩，才够哩，唔免考虑啊，吼，真正唔免考虑啊，3000多。啊，一个啊！来，大哥要签我对无？1500。多少？够两百签我无？两个拢无啊？啊，要准备3000啊？无啊。哇！剩签我俩无啊？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剩签我俩无啊？你讲退签我俩拢无啊？退签我俩没有了。你要两位啥无搞？别去啥？你要两位成果都济啊！来，早餐今日加炸几箱？好啊，好啊，我记得。今日即个天都寒，我今日要食啥？生食干贝加加。伫遐记得用啥？上尾食生食干贝，日本飞来到了。好、哦，你两位无问题，你也要接啦。食日本摆喺度的吼、哦，来，这个。日本生食节，这你拢放心啊，煮啦，这讲真正，这你若阁嫌着，真正无敢背啊。日本放喺倒啦，而且房个标准拢写喺遮，后壁迄个票，好、哦、来，一个人客两阿顿个，唔免3000，唔免2000，你若要加买，你也甲我讲，我1000咯。来一个，日本飞来到生食干贝，只要多你1000。个人要食北海道生食干贝，我1000块。个人要食日本的北海道生食干贝，我1000。这好物件啊，是真的好东西啊！你过年吃这啦。有人要500的无？你买几啊？当去吃。过年搞啊，500。500。有人要500的无？有啊吼，来收起。我是讲，先搞恁这人，我要食草的甲白的无？那边我是我虾，我虾在炸足济。白的起起。白虾啊。鸡毛贵少啊？来。这白的哦，长长的舌头，15箱啊，都无够白，你来想看卖啦，这水啦吼，来，然后今咱大家看卖一下，唔是我讲水俩，你家己看这个品质，哦，这太侪人来甲咱学咯，咱这种虾啊，卖足济啊，真正卖足济啊，吼，卖歹算的啊，哦，大概800箱起跳，无甲你骗的吼，来，你过年时到今摆卖到800箱以上，来，你若要食，卖哦，你开3000，开2000，哈，1000块我了，来一个，我只要搁送你，我只要搁你。这二三啊活动上低的白，这三一千拢无走啊啦！我讲真的啦，我只要顾你啦，你吃好欢喜啦，1000就好啦。两下啊！有人要白的无？1000块啦。哦，1000就好啦。来两下三下啊！吃了就知，大家过来收好无？来，1000就好。哦，吃了你就知活动啊，1000啊。来三下。来，一个到手啊，若无人给你，你就照用啊。来，1000个要来无？来1000啊！不两下就无搞。然后最近还提了两个，1000啊，吃看卖啦，真正甜啊，大粒啊。哎 ，OK 好。哦。还四个啊。哦。OK， 我提了，好啊。来，第二个来。我再包两个给你啊。四个啊。两个啦，红头。红头，对的。三个。我结婚了哇！一口味用的。一口我看我就用着。来，第二下，第三下。那我先给你收吼，我等下包你。口我大歹用啊，你家迄落起起来就好啦。你家迄落啥物啊？鲑鱼做落我啦。鲑鱼做我。分咯。来啊，1000啊。够两杯杯果巴的无？来，我买啊。来，我美女杯果。来一个啊。来果巴，一个来。这是阿嬷鱼的尾端，哦，这规只拢肉呢，这当然用煎的就做好食。爱食卖哦，你家先加800，500上面只500。来500啊！这个上面只得搁请你，来讲你。你今日搞买500，我搁加一块；，你来搞买500，我加2块；，你来搞买500，我加3块，来500了。来来，搁两尾只鲑鱼尾端嘞无？这规拢肉呢啦，只得搁你啦，只得搁你啦，只得搁来500了。加上要煎啦，来500，搁要吃无500？来，煮啊煮，我煲了，来。再过你啊，再过你啊，500了。来500啊！过来要食鲑鱼，再来啊！来500了。两个啊，来两个一份好啊。500，够要吃无？500。好多，我有希望带过。500啊，你要吃鲑鱼赚来吗？大家请找你好，谢谢。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哎，小心小心。哎，我先搞一个，人要买300的嘛，吃不了的。有人要买300块嘛，小家庭。300啊！300，人要来无？300。拢有啊，
欸，你有要过路的，带你手拿起。你嘛，攞下我几句。我两个。攞下几句，我感觉这感觉较细地啊，我搁夹点仔送你倒来。来，攞下几句咯，攞下几句，你攞下几句咯，我搁送你电话去。来，可以攞下几句，我来寄过来，我无得鱼汤汤。鱼汤汤嘛，感觉点仔细地，我寄几号哩？来，这个五百都有买来无？诶，五百哦。够人要三百的无？小家庭的三百，食袂了我计。有啊，来谢谢啊。我来是会给我抓。来，这包我那收起来好。来，你这包我收起来。纸的了，简单处理来纸的这个。纸的了，哎，我许个缩起。来，你背大片，我来背。背大片。来，赶紧赶紧。减脂包嘛，对。减脂包。来，白糖我来讲啊，阿都已经抢足济支啊，拢中国啊，爱食我来讲啊，一瓶两个，然后二个，一瓶两个，然后加三百来。来三百啊，一个啊，三个啊，四个，一瓶两个，然后无啊。三百一个啊。七，对，我来讲，我这拢固定八地，这大地你拢看有，今仔你只要搞买，我全部加两地，十地哦，你干来今仔几条？三百咯。来一个啊，三百啊。最后一个三百，十地十地，今仔日较看，大家来支持，我搁加两地啊，二四六七八九十，我一个人加三百。三百。OK 啊，两条啊。来，我其实这个啊，皆拢加两条，你那五啊、六啊、七啊、八啊、九啊、十啊、三八，是你主流啊，是不？我来啊。二四七八九十，大家倒正。来，三八，几号？我的黑的好哦。来，几号走的啊？我处理好啊。哎，最后一个百五差袂无啊？这百先找你点者。专家要上我哩啊，真正百五。来，白鹭啊。最后一个百五差袂只咧百五尔。掏钱啊！好的，有人要吃咸猪肉无？我的咸猪肉你各位拢把钱揣落来，拢无面无面无够的。爱吃嘛，你开无？是嘛呀？也袂。你有电话啊？我无要什么连菜，你无电话要连菜？有啊，连菜有啊，规桌顶遐拢连菜。来去做去啦。阿姐，我来讲。加金龙沙，这四包哩，连菜三千五了。我最近在欠，最近小弟也欠三千五了哩。来，收起来，等下啊，下回。阿志讲，你要欠恁家的代志，你今仔要卖三千五，好，等下啊，这我再来上给你啊。你今仔要吃咸猪吧？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三百了。来三百哦！啊，我今日好，来姐姐，你讲来增加参加只四条。来三百，来啊！四条够你啊，四条啊，三百。四条三百，三百真的四条啊，动手好啊。哦，加几条两条啊？三百，四百五啊。够两百减几百无？三百。来三百，姐姐也真好吃啊，三百块。要喜欢啥讲讲着，三百。无啊，迄种我有买卡。拢有啊吗？对。我跟你讲。够人要百五的无？有人要两条百五无？诶，真有你讲吗？你要乌骨鸡啊？乌骨鸡你要个？够人要百五的？百五。有啊，谢谢，只要到手。乌骨鸡啥物事啊？阿边啊？啊，这只乌骨鸡明仔做侪人来做个哦。系啊，等你食好嘛，等你食好嘛，食好嘛你就知啊，食好嘛你就知。这一只这大只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乌骨鸡哦，五百你又买无，乌骨鸡只白鸡你又买无，真正三号了。这里三百有一个啊。三百有啥物事啊？乌骨鸡。这里。哎。过两百乌骨鸡话三号。乌骨鸡两只。两个。好，一个。来，分几只，包过了，来。哎，好，我总共三只，来总共三只，龙江边啊一只，龙江才关过了，冇去。最后要坐三号了，咩啊？三百五啊。三号过咩啊？我估计，我见等号唔好，我系等你，我见呢个号唔好，我系暂时呢个输嘅。三号过咩就我估计喎。听过来。最后再个龙江号了咩啊？三号，这真正好起来哦，三号。来，你话你今日先买一个，买一个买好啊，先去放几楼边啊？阿志也回去看。阿姊也回去看。来四百六五十。好，你甲遐鲍鱼全部做一间我袂着。伊遐老鱼，我无来一个声。哎呀，一个声。这下下只平个。来，上面食四块半诶。有人要食四块半无？这啊，这拢免煮啊，这搞来退冰食食，做咩咩？退冰来当食啊，你先走无？一个人给两包，一个人给三包，一个人给四包，五包还无二，五包四啊，我拢免先给钱哦，三包了。对，三包啊。四块盘，三包多了。有人要吃四块盘的无？大哥要来三包。两只一盘。我是落去过来，我。来，我们开始分咯。
是咧走两挂。我这个手机。对啊，你走两挂是吧？哦，嘿，我叫两挂哦，有拢有啊，只两挂。谢谢大哥。啊，等我一下，没关系，我包一包，我先有两挂。OK 啦，这样子沙发上面。沙发，他准备买多少个？啊，沙发。啊，那我也可以请他们。我无八号，八号。八号，八号。一百，一百。八号，八号，两个拢我备着。八号啦。算了，我先过。我见两个人吹炮，我两个包鱼的不？这包鱼这边两张就拢免煮啊吼，来，这一条鱼啊五，这两条五百吼，两条五百。我来讲，干来退冰两张吃啊，四条就一千啊对不？来，算免让你加一千，免让你加八百，要吃包鱼的五百我了。五百啊！这两条搁送你，这两条搁你，这两条搁请你，这两条搁你，两个人加头一次买来五百。来头前啊！你头下讲话我拢无爱起价哦，这条搁送你哦，新价钱这条搁你哦，来五百了，五百块。来五百了，来搁要包鱼的无？五百块。来只五百。搁一个人加五百，算免吃来包鱼。包鱼，我有人要吃无？五百，中午阿妈都有。你讲人吃袂了小家庭，阿要买三百无？来三百啊！吃袂了，咱买三百，我面七条够哩。我有人要三百无？小家庭的，三百够有人要无？三百。三百。中午啊，阿无吃袂了，咱搁只用加买买落啊，两百落，我再买看。头一下，边一个啊？来，伊不，啊，即你这边坐落来无？两百落，来，来，搁要包鱼的无？你白。吃啦，吃啦，这边啊。来。来，都 OK， 一条两条三条，我两包啊 ，OK。来，够买鲍鱼无？两包。两包。鲍鱼够买啊？无两百块。鲍鱼拢有啊吗？再来。啊，只有你用好了，你用五百块了，两包了。来，两包够买鲍鱼的无？拢有啊，好有了吼。